頭馬樣榜都係七個零八咁開張啦。咁差唔多轉完彎要入正正路前面放頭咧，見到咁多彩放咗頭一上威，佢哋見到瑞士寶啊，我咪知。交衝刺見到就實力至上，因為上過嚟仲有掌上明珠，入面消化消化上嚟，仲有啊勝利巡遊啊嗰啲馬嚟嘅。前面就見到瑞士寶咧，就叮當馬頭鬥緊呢個金多彩，但我嚟上過嚟就見到高明王啊，入面消化上嚟仲有勝利巡遊嘅。瑞士寶就呢只貴馬應該可以贏馬，瑞士寶跑第一，金多彩跑第二，跑第三四名地影下相，睇下高明王定係呢個勝利巡遊啦。瑞士寶真係贏返場啦，呢隻可以話而家其實都未係好熟㗎嘛，仲有少少一路想閃入去㗎，咁但係始終係一隻有型有格㗎嘛，其實盡情發揮啦，然之後跟住好輕鬆喺外面，仲有嗰隻真理情啊，搖搖墮後嗰隻金風星，頭我超過三上開外唔使睇㗎啦，最後入正直路前面第一隻突出圍，叫瑞士寶突出圍啊，開出嚟追佢，見到代言人啊，後面上過嚟仲有康樂寶啊，大嗱喳聲上過嚟咧，即係中間仲有嗰隻就係葵樹王嗰啲馬嚟㗎，前面嚟講咧第一隻突出圍瑞士寶越騎越有，後面上嚟見到就係呢個葵樹王，中間就係一個代言人啊，康樂寶依然仲係猶有餘勁啊，前面嚟講瑞士寶越騎越勁，大勝二回啊，瑞士寶就跑第一，跑第二名葵樹王，跑第三名係代言人㗎，非常正路嘅賽果，瑞士寶大勝二回。呢只馬就可以話咧，應該估計就可以扶搖直上噶啦。事實上，今場賽事啊，鄧迪嘅起步咧，真係把握得好好啊！一起步就攞條欄先，八個零九個馬左右嘅嚇。好啦，差唔多轉咗大半彎，預備去到直路口附近嘅位置啊。前面方頭依然仲係二歲記放出九個馬之先，領先瑞士寶依然守住個第二啊。第三位外面嗰隻咧就套佢羊尾啊，然之後跟住咧就係一個精英啊，後面上嚟仲有長勝福正大拿咗衝刺，見到大唐勇士啊，最後外面上嚟仲有嗰啲至尊無敵啊嗰啲馬嚟噶。前面嚟講第一隻突出圍咧，見到瑞士寶突出圍拍出一齊鬥緊嗰隻就係二歲機，後面只套羊尾都係喇嘛，再有大拿上嚟仲有大唐勇士嗰啲馬嚟噶。前面只瑞士寶就鬥緊二歲機，瑞士寶應該可以贏馬，冇錯，瑞士寶跑第一，二歲機跑地跑第三名咧就套佢羊尾噶。瑞士寶咁啊，爭拍賣狀元咧又近一步啦。咁事實上呢場賽事咧，沿途守住個靚位，二歲 K 就貼住藍，越走越順，入到直路有啲無以為繼嘅感覺。外面上一嚟見到套起羊尾都係得個藍字嘅，但我難大同勇士啊、長勝福將啊嗰啲鬥落去都唔係剩翻幾多。結果瑞士寶就直奔終點，瑞士寶跑第一，二歲 K 跑第二，套起羊尾就跑我第三嘅。寶再後少少，跟住就葵樹王，然之後就係富有心得。喺曬尾後邊咧，依然仲見到上大人啊，考住天宮嗰啲馬咁距離頭馬超過十個馬位開外啦。好啦，差唔多轉翻，預備去到直路口附近嘅位置啦。前面第一隻突出嚟，跟住另一隻突出嚟拍咗一齊，就係瑞士寶嘅。後面再衝刺咧，見到呼呼生威後面走咧上嚟，見到興兒二佢後面上嚟，仲有富有心得啊嗰啲馬嚟嘅。前面瑞士寶就依然領先，後面喳聲上嚟就見到咧精英啊大牛，再衝刺仲有呼呼生威，外邊仲有富有心得啊嗰啲馬。前面瑞士寶依然領先，後邊富有心得同埋考慮天空一齊上嚟追佢。瑞士寶就跑第一，跑第二名，天空跑第三名嘅富有心得嘅。瑞士寶大熱取勝。呢班馬始終係超班馬，谷草千二特佳，後面精英啊，靚得精彩，虎虎生威追來追追佢唔到，反而一對後上馬考奪天宮富有心得一齊上嚟追佢，但係始終咧瑞士寶咧質素係佔先啲。我頭依然再長勝福將放出頭，瑞士寶上嚟追佢，後面開始展開衝刺，見到標佢大牙打上嚟咧，見到五波大牙，仲有電子金龍啊，後面上嚟仲有其他隻領廠啊嗰啲馬，前面有五波就鬥緊呢個瑞士寶，後面電子金龍逐步上嚟，中間等位仲有呢只高盛合嘅，前面領先咧就見到五波領先咗，後面電子金龍開始上嚟追佢，入邊瑞士寶依然原難力抗嘅，五波同瑞士寶兩隻叮當馬頭鬥好勁，中間上嚟仲心中落去打聲上嚟嘅，前面瑞士寶依然領先，五波追來追去追佢唔到瑞士寶，話聽五波跑嚟跑嚟三名心中有你嘅。入到直路咧，就以為五波壓過咗瑞士寶，點知瑞士寶原難力抗，嗱真係千四咧，開始成熟咗只馬就越騎越好噶。嗱呢度個細五波過咗佢噶啦，但係瑞士寶一打落去只馬反應好好。嗱電子金龍就反而騎落去唔係做緊幾多，嗱中間咧千四王心中有你，真係翻千四就好啦呢只馬。但係始終嚟講，嗱要對接半步，兩隻馬都飄甩咗啦已經。瑞士寶總算喺沙田打開勝利之門啦，瑞士寶第一，五波第二，心中有你就跑我第三嘅。三场啦，瑞士寶布东尼高亚治始终都系个守住啦。大半个弯预备去到直路口附近嘅位置啦，前面放头依然仲话细机子，佢放出嚟上嚟拍佢嗰只第二瑞 K 嘅瑞士寶。相对嚟第三，外面上过嚟见到就呼呼声开大环，再冲刺见到仲有信宝啊，外面仲有至尊名区嗰啲马，前面细啲区就越骑越有啊。瑞士寶揽开上嚟追佢入边，等一位仲有世谋商人啊，大环再冲刺仲有啊，呼呼声威嘅领先嘅依然仲系细啲区，瑞士寶而家上过嚟世谋商人而家入边等紧位，后面上过嚟仲有新。
瑞士堡咧就斗紧呢个世纪杯入边世贸商人打咗出嚟嘅，瑞士堡就斗世贸商人，瑞士堡跑第一，跑第二名，世贸商人跑第三名，世纪之区嘅。瑞士堡始终都系有质素噶嘛，加成到千四入直路咧，其实你发觉呢只马有少少均速啊，可能第日千六会仲好啊。咁但系始终有个 class 喺手啦，世纪之区前面跟到咁急，同埋易瑞记咁消化，入直路最尾几步就冇噶啦。嗱，反而世贸商人咧，今次嘅走势真系非常之悦目啊！杜鹏志今日杀得盛起，喳声上嚟，但系始终论卡士，瑞士堡确系高啲。瑞士堡跑第一，世贸商人跑第二，世纪之区就跑个第三嘅。放到翻嚟冇啦，呢度世纪之区。喂，你连易瑞记都要过埋，大佬，你翻嚟点游啊？跑第三咪算个本事咯。变招，转弯预备入正直路，前面方头蒲窿精神依然揿住嚟放拍住一齐就瑞士堡嘅，所以第三位嗰只就步步出，系咪上嚟叫清福王啊？但打咗上嚟见到就系丰富啊，中间等嘅位就起利多，系咪上嚟？仲有啊，五波入边仲有新霸乐道啊，嗰啲马嚟噶。前面第一只突出嚟咧，你见到咧呢只就瑞士堡突出嚟啊，开上追佢外边嗰只就系丰富啊，中间同佢一齐打中锋，见到就危险大师啊，系咪上嚟？仲有就系五波啲马嚟嘅，前面嚟讲见到危险大师啊，斗紧丰富，系咪上过嚟就见到仲有劲好嗰啲马，丰富依然领先，劲好同危险大师追佢，丰富跑第一，跑第三名就想睇危险大师定劲好啦。啊，见到只瑞士堡就拉停咗。哎呀，即右前脚好似有事啊！瑞士堡，丰富沙田千四出六场赢六场，后面啲马咧全部要闪避佢啊！瑞士堡真系惨啊，全站马一尺，咁后面上嚟咧就嗰啲劲好啊，入边嘅危险大师就完全就避过晒呢啲意外嘅，结果丰富就跑第一，跑第二三名应该想啊，听危险大师定系只劲好啦。啊！呢场跑翻嚟，慢慢又一招啫。啊！呢场系天上外档嘅话，丰富啊！系啦，嗱嗱，呢度你见到出面有啲位啦，啱你，你当埋咗佢啊嘛。咁呢度大家喺度斗紧嘅，里面第二间瑞士堡一，我足仲喺前面嘅话，系啊。嗱呢度冇命啦，嗱，系咪？哦，哇！撞晒，撞晒。